teachers and fellow schoolmates, good afternoon. Today is the election day of the 30th Student Union. W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eremony. I'm Mela here from Class 6D,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29th Students Union. And I'm Yu Shen Wei from Class 6E,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29th Students Union. The 30th SU election now begins. This year, we have a total of 16 candidates competing for 13 executive places. 第30届学生会选举正式开始，今年总共有16位候选人竞选13个干事职位。 The elec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self-introduction and question answering, while the second section is debate. 学生会选举将会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自我介绍及问答，以及选举辩论。 Now, it's the time for candidates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one by one. 1 minute will be given for the self-introduction and question answering. Each candidate has to answer one question about SU affairs. 在演讲环节，候选人将会依照号码次序发表演说。每一位候选人将会有1分钟时间自我介绍并回答问题。该问题为会务问题，请各位同学留意，本年度将不设立政纲介绍及政纲问答环节。 演讲开始时会有1丁示意，剩低30秒会有1丁示意，剩低15秒会有2丁示意，够钟会有长丁示意。候选人必须停止发言。The question about SU affairs will be drawn by the candidates themselves this year. Candidates have to draw one number of the question about SU affairs from the box near the podium. The MC will read the corresponding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 number. For the sake of fairness, we have prepared all the questions for our guests to verify that the question we ask matched with the question number. 请候选人留意，会务问题将由候选人即场抽出。候选人需要讲台旁嘅问题箱抽出会务问题题号，之后司仪会根据题号读出相应嘅会务问题。另外，我哋已经预先准备所有问题俾嘉宾，以核实问题同抽出嘅题号相符，以示公正。 Please be noted that candidates will be provided their questions written on a paper right after picking the question number. The candidates are still allowed to ask the MC to repeat the question, but the time will be counted as part of their time for answering. 请留意，在候选人抽出问题后，我哋会提供问题嘅题目，并将问题题目纸即时递俾候选人。候选人仍然可以要求司仪重复问题，但所需时间亦会计算喺回答时间内。 The first session now begins. Number 1，王晴怡。会务问题第13题。由于疫情关系，来年各地干事嘅职位所负责嘅活动未必能够如期举行，企业为应唔应该增减企业嘅职位？大家午安，我系苏菲亚汪，祝你哋身体健康。你哋好，我系一号候选人王晴怡。好耐冇见，但一切冇变。个人嘅喺1年后。 我都处踏上呢个选举舞台所带嘅热诚同希望都冇变到，唯独是嗰份责任变多咗。做咗1年干事之后，明白到咗嘅嘢都唔系咁容易，所以今次我带住多份责任同一份全城嘅精神出嚟选。今次嘅选举有多咗掣，所以多谢顾问老师同埋选委会嘅辛劳，特别想多谢5位队友一直以嚟支持彼此。希望大家感受到我哋嘅付出，相信并投下神圣嘅绿票。咁而家就回答翻会务问题。啱，首先多谢司仪提问。我觉得虽然有疫情关系，但 干事，例如我上年系外务干事，但系都有负责一啲福利嘅项目，即系例如卖职员即有上纸，咁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干事嘅工作都系好特别嘅，佢哋都可以为唔同嘅同学服务同埋获得经验，所以我觉得系唔应该失去职位嘅。Experience to effort, the shiny spirit of dawn， 请支持一节六号 effort， 多谢。Number 2，何伟俊。会务问题第14题，近年嚟SU可能嘅参与率下降，认为应否过于assembly举行而强制所有学生参加？Hello， 大家好，我系2号候选人嘅何伟俊。唔知大家听到呢个二字嘅时候会谂到啲咩呢？其实大家谂到啲咩就唔系重点嚟嘅。我希望嘅系大家听完呢1分钟嘅内容之后，可以记得我呢位2号候选人。呢个二字对我嚟讲其实非常之重要，因为当我仲喺 Form 2 嘅时候已经成为咗SU helper啦。当中嘅经历未经历过人真系好难明白，但系学到嘅嘢真系好多好多。当时嘅经历令到依家好想尽心尽力咁去服务同学，希望我可以成为到干事，为建立美好嘅校园出一分力，就好似当年 Leader 人咁样。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投下神圣嘅绿票。咁我而家就系回答翻会务问题先啦。首先多谢翻司仪嘅提问。 題目就係近年 SU Forum 嘅參與率下降咗，係咪應該將 assembly 改於強制所有學生參加？首先，我係同意呢個講法嘅，因為我覺得強制 assembly 可以令到所有學生參加率多咗啦，亦都可以將
SU 同埋學校嘅政綱或者其他事務更加清晰咁表達俾同學聽。咁我係支持嘅講法 ，aspiring to Avalon the shiners we are done， 請支持一至六號 Avalon， 多謝。Number three， now come five。每個問題第四題，以往嘅學生組別不斷用唔同嘅宣傳手法吸引同學嘅注意力，但係同學應該以個人同埋健康質素作為依據。你認為減少發放宣傳品嘅安排係好事定係壞事咧？大家好，我是今年學生會選舉三號候選人劉簡輝。今年我參選學生會幹事，除了因為我在過去三年所參與 SU 的活動而培養出對 SU 的興趣和熱誠。雖然我今年只是放課第一年參選，或許在很多人眼中我還未有足夠的經驗去成為學生會的一員。儘管我的經驗未必足夠，我相信自己對學生會的熱誠是可以彌補的。而且在座這麼多位之中，就算我的能力不是最好的一個，我相信自己對於加入學生會的心是最堅決的一個，所以請大家相信我，將神聖的一票投給我。現在回答會務問題先。首先多謝司儀提問，這個問題提到以往選舉組別就用不同的方法吸引同學注意力，我認為這個減少派發宣傳品是一件壞事。為什麼呢？因為宣傳品可能有很多都是比較實用的，例如可能銀包啊咁樣，所以我認為這個減少派發宣傳品對於這個學生會的選舉是一件壞事來的。 Number 4 Paul Kamek 會務問題第七題，現時學生會的大人活動大多數都是無限制比賽，假如你是負責過試，你會否繼續沿用這個賽制？大家好，我是四號候選人何嘉敏。不知道大家訪問嗰陣對學生會的第一個印象是什麼呢？我就淨係記得他哋邀請了姜令樂作為歌唱比賽的嘉賓在台上面唱歌，台下邊個個都好嗨噶。我之後亦加入了 SU 呢個大家庭，幫手搞咗大大小小的活動，先明白到 SU 絕對不係淨係邀請嘉賓，他哋背後仲要帶住一份充滿熱誠的心，去籌備一個最 perfect 嘅活動俾同學。所以我亦好希望可以將我經歷過的快樂帶俾睇緊片的你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將神聖嘅六票投俾一至六號。Avalon， 現在回答回會務問題。首先很多謝司儀的提問，對於現在很多大型活動都是無限制的比賽，其實我認為是應該沿用這個制度的。因為首先其實無限制的比賽可以令到不同天分的同學，他們可能會認識不同風格的，例如跳舞或者是唱歌的手法，我認為是應該給多些選擇同學去參加這個比賽，令到他們可以發揮到他們的所長。Hello， 大家好，我是五號候選人羅家朗。我參與了 SU 的活動已經有四年了，然後當中最深刻的就是 SU Camp。因為當初做 party 嗰陣，我就好驚，完全唔夠膽出聲。但後屘我喺 form three 做 camp 老師嗰陣，我就知道點樣去籌辦同埋帶領一個活動。最重要嘅就係學識點樣溝通同埋聆聽人哋講嘅嘢。四年嘅活動經驗就令我對 SU 嘅活動有基本嘅認識。我亦都好樂意將時間投放喺 SU 嗰度。相信你睇到我對 SU 嘅熱情。有幸當選之後，我會盡力為你哋服務，所以請支持我哋。咁而家就回答翻呢個會務問題。多謝司儀嘅回答，唔係多謝司儀嘅提問先啦。咁現時學生會嘅職位皆為當選幹事內部協商，咁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好嘅，因為每位幹事即係每個候選組別都好熟悉每個人嘅能力係點，所以我覺得佢哋裏面內部分工，然後內部再投票嘅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Aspiring to Avalon the Shiners We Are Done， 請支持一至六號 Avalon。Number 6 Charles Pool， 會務問題第十一題，假如你係內部幹事，你已經答應其他學生要聯合活動，但後嚟發現活動經大家好，我是六候选人周佩。开始前，想多谢上年同学对我的支持和信任，给予了我这个机会去担任 SU 干事，除了令我深入了解学生会运作，更好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所有珍贵的经历和成长得来不易，更令我一直学会这个身上的责任。第二年参选，不想再许下难以实现的承诺，只想用务实的政纲，始终如一的热诚和这个累积的经验，来为在疫情下继续服务学生和聆听各位的声音。希望你们再次相信我，等我为大家提出一个更加完善的学校。首先多谢司仪提问，没什么问题。如果我是外务干事，我就会是决定不中途退出的，因为我们首先是可以申请这个非经理解决这个经费不足的
問題啦。再者咧，我哋係講求一個誠信嘅學生會，係唔應該咧係中途退出嚟影響校譽，同埋咧，我哋都想提供一個係有質素嘅活動俾學生啦。咁就係唔應該係中途咁樣係好冇純誠信咁樣取消嘅。咁 aspiring to Avalon the shine is here，請支持一隻好 Avalon， 多謝。Number seven, Chat GU。會務問題第十五題，學生會同時參加太多其他個活動，可能會影響其工作表現。你認為應唔應該限制個別參加個活動嘅數量呢？大家好，我是七號候選人陳子耀。過去三年嚟喺 H 入面都爭取到唔少籌辦活動同埋福利嘅機會。今年再一次騎上選舉嘅舞台，希望展現出一個更有承擔、更加穩重嘅我。呢一年嚟當選幹事，更加體驗到每件事背後得嚟每件事背後嘅不易之處。初心不改，熱誠不變，我會繼續秉持住為每一位同學服務同埋締造美好校園嘅決心。回答翻思怡啱啱嘅問題，我覺得學生會嘅幹事選擇課活動係佢哋嘅自由選擇啦，唔應該因為咁而增添限制。而且學生會幹事一般係一啲有承擔、有領導能力嘅人啦，咁我覺得佢哋會可以作出一個最合適嘅選擇啦。咁最後，我哋五個帶住最務實同埋最體貼嘅政綱，盡力滿足每個同學嘅需要。希望大家可以俾一個機會我哋，等我哋喺不久嘅將來以一個唔同嘅身份出現，同大家講一聲多多指教。請支持七號至十一號 Prosper， 多謝大家。Number eight, Lee Man Chang， 會務問題第十四題、第十題，部分其他學校都係由學生會統籌其他學生組織嘅活動，認為我校學生會應否效法？唔該，司儀，大家好，我係八號候選人李文靜。數數手指，喺呢三年參加咗 SU 嘅唔同嘅活動，從中都學識咗遇到困難唔可以輕易放棄。曾經嘅我係一個好細膽嘅人，根本就冇諗過自己今日會企喺呢個台上面參選。但係自從參加咗 SU 嘅活動，發現每一個挑戰其實都係進步嘅里程碑。我知道喺 SU 做嘢必定會遇到唔少嘅困難，但我願意為同學作出貢獻，衝破難關去不斷改進，為同學爭取更多嘅福利。咁回答翻思怡嘅問題啦，我覺得我哋學校係唔應該採用呢個方法嘅，咁因為我哋學校我哋學生會嘅宗旨就係為咗俾同學更多嘅福利啦。咁如果認為學生會去籌辦其他組織嘅活動，可能會令到幹事嘅工作壓力加大，咁樣唔可以做到最好嘅質素俾同學。咁最後希望大家可以用神聖嘅五票投俾七至十一號嘅 Priosma， 俾我哋一個機會去服務大家，多謝。會務問題第一題，近年嚟學生會當選幹事嘅得票率已經過半數，你認為選舉應唔應該設最低得票率，而令當選幹事更加有代表性呢？大家好，我是九號候選人戴偉峰。經過兩年 SU Helper 的生涯， SU 給到我向前的動力，在每個活動之中不斷學習， SU 也都同時見證著我的成長，由 Form 2一個很怕事的人去到現在夠膽在台上面發言的我，不論是性格還是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進。但最重要的是 SU 令我找到明確的目標，就是要盡心盡力為學校和學生會作出貢獻。可能你們會覺得我在這裡說再多燦爛的話都只不過是一瞬間的熱誠，但是我會以實際的行動去證明我所說的一切。首先多謝思儀的提問，我就著這條提問，我就覺得是不應該選舉是不應該設最低得票率去令當選幹事更有代表性的，因為其實如果要以最低票數去選幹事，就可能會令到不足夠13個幹事 去另一個學生會去運作，我就認為要有足夠的學生幹事才可以另一個學生會好好地去運作的。最後多謝大家。大家好，我是十號候選人楊思煥。想想下，原來已經參加了 SU 兩年，由參加 SU Camp 到做 SU Helper， 到去到今次的選舉，每一步都給了我不同機會去學習和認識自己。其實一開始我是一個幾沒自信的人，但是藉著面對不同的難關不斷進步，我希望可以運用我在 SU 學到的東西，全心全意為同學服務。聽到這一道你可能會問，我又不是很出眾，究竟憑什麼企出來選？但是我覺得憑著我對 SU 的熱誠，我有信心可以為大家做好每一個活動和福利。現在回答回本個問題先，我覺得參選人是必須擔任 SU Helper 的，因為 SU Helper 是可以令到他們更加認識學生會的事務。如果
冇諗過 SKH 跑佢哋學就可能會唔太認識學生會需要做啲乜嘢啦，就會令到個試質素比較低啦。所以我最後希望大家可以相信我哋，請支持7月11號 Pure Osma， 多謝。會務問題第九題，班法分嘅目的係為咗鼓勵同學多啲參與學生會嘅活動，但近年嚟班法分對學生嘅吸引力越嚟越低，你認為應唔應該繼續保留呢一個計劃呢？大家好，我是十一号候选人王佳熙。第二年期出嚟选，紧张嘅心情一定唔会比上年少。可能系因为喺我对学生会更加有归属感嘅同时，想回馈同埋服务大家嘅想法只系有增冇减。好感恩上年得到同学嘅信任，担任咗干事一职，挫折看到成功，蜕变看到成长。藉住两年 help 派交年干事嘅经验，我已经唔再只系会听人意见，而系会肯讲肯做，没原地踏步。再次參選都是抱著當初的熱誠和信念，希望可以為同學製造更完美的校園。另外就回答剛剛的會務問題，首先多謝司儀的提問。我認為應該繼續保留這個計劃。首先學生會的宗旨是為同學提供一些高質素的服務，而班八分的一些活動就是可以令到同學鼓勵多些參加學生活動，從而可令到同學去增加了班裡面的一個凝聚力。雖然可能同學的吸引力會越來越低，但是始終有些同學會因為了班八分而去參選這個活動。最後多謝大家。會務問題第八題，近年嚟於學生會嘅活動中，低年級同學參與率下降，你認為可以如何針對低年級同學作宣傳？今日是幾多號呢？今日是12號啊！大家好，我是12號候選人賴普偉。有沒有覺得這句話有點熟悉呢？一年後再次踏足選舉舞台，我仍然要企高一級，同樣的開場白，但是這一刻講台前的已經不再是上年的我。今年多了的是一份責任，還有一個想作出改變的心。一年的幹事生涯令我可以以全新的角度了解 SU， 更加清楚看到 SU 的不足之處。就是這樣，我更加希望可以盡自己的一臂之力作出改變，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信任我，容許我憑著決心和經驗為大家製造一個更完善的學生會。現在就等我回答司儀的問題先。首先很多謝司儀的提問，我就覺得針對低年級同學作宣傳，我們是可以找多些時間就去低年級的班房去做宣傳，又或者是給他們看多些我們以往活動的片段、一些相片，讓他們知道多些關於我們的活動，還有就可以吸引多啲佢哋去一齊去參加，因為我覺得佢低年級，好多謝。張德瑞女士，張志勇，會務問題第五題，由於疫情關係，你都會分段後活動可能會受阻，你認為來年應唔應該繼續舉辦段後活動咧？大家好，我係13號候選人鄭子龍，今年有好多活動都受到影響，這個選舉亦都唔例外。當初都諗過7月的選舉最後會延遲到11月才舉行，但是時間並沒有沖淡我的熱誠，反而會令我想到學生會在這個時候要怎樣才可以令同學受惠。而驅使我出來選的都是因為一份責任感，要兼顧的東西的確是多了，但對比所帶來的收穫，這些都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付出。希望我可以以一個不同的身份再踏足 SU 為同學服務。多謝司儀的提問，我就認為是不應該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停止舉辦聯校活動的。首先，聯校活動的意義是會令同學和其他學校的同學有所交流，亦可以在當中認識不同的新同學。再加上疫情的關係，其實在每間學校他們都有不同的防疫措施，只要同學在他們做足防護措施，亦都不要在公眾地方亂除口罩，其實我認為聯校活動是不會令到同學增加感染的風險的。多謝。Number 40, Wong Tan Fu。會務問題第二題，現時學生會部分福利項目由其他幹事負責，認為應否刪減一個福利幹事的職位？大家好，我是14號候選人黃德歡，今次是我第二次站上這個台跟大家講嘢，對上一次是兩年前的星康，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那時候一班人團結合作，盡全力做好一件事的熱誠是令我很感觸的，而去到現在更加推動我出來選的是想服務同學的心，我希望可以盡我所能為同學做好每一件事，為大家帶來更完善的服務。在這兩年裡面 SU 帶給我很多東西，而在這個適當的時候，我希望可以將我學到的回饋給 SU， 希望你們可以給這個機會給我，以幹事的身份為你們服務。等我回答剛才的會務問題，多謝司儀的提問。我認為就不應該刪減福利幹事這個職位。首先學生會的
宗旨是為同學爭取福利，福利幹事有兩位，就更加可以咁完善咁去處理福利嘅事務啦，咁就可以為同學帶嚟更多嘅好處啦。咁所以我就唔應該，我覺得唔應該刪減福利呢個職位啦。多謝。Number 15, Hong Kong Key Myers。每個問題大到題，現時學生會有好多活動同其他學生做嘅活動形式相似，你認為學生會應唔應該繼續保留呢一啲活動咧？大家好，我係十五號候選人馮朗謙。咁究竟係啲咩驅使我出嚟選呢？係愛啊定係責任呢？我會話兩樣都有，但係最重要嘅都係因為嗰一顆想為同學服務嘅心。喺過去嗰三年，我參加過 SU 嘅各種活動啦，有擔任過 help 嘅角色。喺呢啲活動當中啦，我好確實咁感受到各位幹事嗰種想為同學服務嘅精神。我想將呢種精神繼續傳承落去啦，所以我決定出嚟參選幹事嘅職位，希望以後可以依個身份繼續為同學服務啦。咁首先要多謝翻司儀嘅提問啦。咁對呢個問題咧，我認為係應該保留嘅。咁雖然咧係形式相似啦，但係有人咧大部分嘅內容都唔同啦。就例如為同學服務為同學提供呢個補習，即係原先係有嘅，但係咧淨係負責一啲俾一啲呢個成績唔好嘅同學啦。咁但係雖然多謝。會務問題第三題，若有同學於網上發表對學生會的啟發，認為學生會幹事應如何處理呢啲評論？大家好，我是十六号候选人陈妙晴。热诚、挫败、反思、坚持呢几件事在上年不断循环发生。做过一年干事，我听过很多人问我，点解啲政纲会做不到嘅？我明白偶然提出嘅建议不可以一朝一夕就带嚟改变，亦唔系单靠讲就可以达成。改变有时甚至需要几个月嘅时间，只有坚持才可以化空想为理想。正因為我希望為大家爭取更好的福利，令我再次成為 SU 的候選人，我承諾會把握剩餘的時間為大家堅持，盡力為你們服務。另外多謝司儀提問，而答回這條問題，我認為如果學生會面對了網上同學的看法，其實我覺得他可以仍然接納的，不過他就要看看他的用語是如何。不過我覺得只要是同學的意見一律都要接受，還有我覺得可以建議那種同學用學校的正規的一個表達方式的方法，例如民主場。我覺得如果是同學做到這件事的話， SU 收到意見之後一定可以有達到改進的。請支持12至16號 Fairbox， 多謝。 The last section is debate. There are a total of 4 rules.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第一，辯論內容必須圍繞每組政綱，各組別可以針對其他候選組別的政綱內容向其組別發問問題，但是不可以提問有關個人私隱或與學生會無關的問題。第二，每組發言時限同為5分鐘。第三，每組在發問前應該先指明向哪一組提問，否則需要重新發問問題。第四，假如發問組別認為第二組的答案模糊，可以在他們回答問題後加以追問，而每一條問題只可以追問一次，追問內容必須要與第一次發問的內容相關。現在將會抽籤決定哪一組最先發言，每組可以派一個代表來抽籤。辯論正式開始，請候選組別 Avalon 開始發言。首先想問 Priosla， 你政綱提及咧 ，SU 會同 STEM Department crossover 啦。咁但係 STEM Department 本身已經會搞呢啲活動同埋比賽，咁到底咧 SU 喺呢個活動係擔當啲咩角色咧？加上 SU 都未必有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同埋器材啦，而 SU 擔當嘅角色既冇意義，反而仲會加重幹事嘅工作。咁請問仲有冇必要搞咧？請 Priosla 開始回答。咁我就回答你嘅問題啦。SU 向來都比較少有學生仔嘅活動，我哋希望可以擴大呢個活動嘅範圍，去滿足唔同學校唔同同學嘅需要啦。第二就係咧，因為活動都係由兩個組織一齊舉辦，我哋會有唔同嘅職位去負責啦。例如 STEM 嘅 OC 就會負責處理 STEM 方面嘅知識，然後學生會嘅 OC 就會負責舉辦活動，相輔相成嘅。請問 Avalon 有冇追問？咁請 Priosla 開始發問。咁我哋想問翻 Avalon 問題啦。咁你哋提出防蚊、清積水、換廁紙同埋沙集門呢啲嘅政綱啦。咁但係校工本來嘅工作咧就已經好繁忙啦。如果仲要增加咁多樣工作，會唔會增加校工嘅工作，令到你哋提議嘅呢啲政綱難以實行咧？
請 Evelyn 開始回答。咁我想回應翻 Fiosma 啦。咁其實我哋舉行呢啲政綱都係想係為同學咧有一個更加方便嘅校園生活啦。再加上咧，我哋咧好多嘅政綱都係唔會麻煩到校工啦。譬如係呢個開心閘門啦，我哋係會拜託呢個咧 H Helper 咧喺當值 H Office 嘅時候咧，同時可以幫手看校門嘅。咁又話咧廁紙更新啦，其實我哋係唔會要求校工咧係自己係特登去 check 嘅，係會咧喺佢平時清潔廁所嘅時候都可以咧咁樣間唔中望下係咪有短缺嘅廁紙，所以就唔會有一個增加工作量嘅問題嘅。多謝。請問 Priosma 有冇追問？咁請 Evelyn 開始發問。以下嘅問題係問 Ferros 組別嘅。咁首先啦，就係關於 Total Real Service 嘅，由佢 Real Team 提供嘅呢個服務，係選擇一啲有質一定有一定質素嘅舊身啦。而你哋 propose 嘅呢個方案係舊身自建，唔需要經過審核嘅。咁補習嘅質素會受到影響咧？請 Ferros 開始回答。OK， 咁對於你哋話對於嗰個補習 platform 嘅問題啦，咁我就認為每個學生喺揾佢哋，即係決定佢哋嘅補習老師之前咧，其實係可以先同嗰個救生者了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唔會去限制質素嘅問題，所以其實我認為呢個問題係唔存在嘅。請問 Evelyn 有冇追問？請 Ferris 開始發問。咁我哋就想問呢個 Evelyn 嘅。咁關於個波泵借用服務啦，咁我哋諮詢過老師咧，咁暫時咧係冇借波服務嘅，但係你哋政綱咧就提及過借波泵啦。咁其實你哋係想恢復呢個借波服務啊，定係呢個其實係想將個波泵係借俾 sport team 嗰邊用嘅？請 Evelyn 開始回答。首先多謝你發問啦。咁我都明白而家係暫時冇借波服務啦。咁首先係礙於而家疫情關係啦，咁我哋呢個服務都係一個比較 long term 嘅服務啦，咁所以希望遲啲可以借俾同學。咁但係加上我哋呢個波泵服務都可以係俾體育部啲人使用嘅，因為佢哋都唔可以隨便行入去 store room 嗰個泵器嘅，所以咧如果佢可以嚟office 嗰個借氣泵就會好啲啦。請問 Ferris 有冇追問？有。但我哋諮詢過老師啦，呢個服務咧唔係因為疫情關係先取消啦，而係過去都冇嘅。咁同埋我哋想問咧，sport team 嗰邊咧就本身已經有波泵噶啦，咁係咪有必要性借俾同學咧？請 Evelyn 開始回答。多謝你嘅發問啦。咁我啱都講咗啦，即係如果咁多人即係一路出一入 store room 嘅話，其實即係store room 裏邊啲嘢都。即係保管問題都有問題喺度啦，咁所以同學其實係唔應該全面出入 store room 嘅，所以如果佢嚟 office 嗰度借，就有人即係 mark 低邊個借會好啲咯。請 Evelyn 開始發問。咁就想問一下候選組別 Priosma 嘅呢個，我就想問一下 Top Shadowing 嗰邊嘅呢個活動嘅本身 career team 已經有搞，咁點解 SUA 要重複再搞呢個活動咧？仲要加重咗幹事嘅負擔，咁仲有冇呢個必要性咧？請 Priosma 開始回答。多謝 Evelyn 嘅提問啦。咁我哋又認為咧，校搞 job shadowing 咧，係唔一定要符合所有學生嘅興趣嘅，而 SU 咧就可以就住學生嘅興趣去搞唔同種類嘅 job shadowing 啦，咁就可以更加全面去俾學生選擇嘅。請問 Evelyn 有冇追問？有嘅。好，咁繼續問 Priosma 啦。咁呢個活動嘅重點其實係在於體驗職場嘅環境，咁唔係自助式朋友，咁到底有冇需要搞一個聯合活動咧？請 Priosma 回答。咁其實我哋覺得呢個活動係可以兩者兼得㗎啦。咁喺同學參加 job shadowing 去揾佢哋未來嘅工作方向導向之外咧，仲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去識一啲朋友，其實係可以兩者兼得嘅。咁請 Priosma 開始發問。我想問翻 Evelyn 嘅，關於你門窗你嘅政綱啦，門窗係用嚟俾老師可以隨時睇到同學喺班裏面嘅情況啦，同埋根據學校嘅規矩啦，係唔可以遮蓋門窗嘅。如果裝上門窗，你可唔可以違反學校嘅規定咧？同埋當有意外發生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確保到學生嘅安全咧 ？Evelyn 可以開始回答。咁好，首先好多謝 Fiona 嘅提問啦。咁我哋早就認為咧，其實因為而家都唔會使用太多嘅黑板啦，所以其實係唔會大部分時間都遮住隻窗嘅。咁就希望唔好盡量唔好影響到校方巡房啦，又或者係其實都唔會有安全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我哋安排同學去開窗簾咧，係要經過老師嘅安排嘅，咁就唔會俾佢哋隨便擅自去開閂呢個窗簾嘅。請問 Fiona 有冇追問？有嘅。
再問翻 Evelyn 啦，咁我哋覺得即使你呢個問題好少存在，但個問題嘅根源依然喺度啦。以學生嘅福利為由去罔顧學生嘅安全，係咪一個合理嘅做法呢？請 Evelyn 回答。係，我哋想重複翻，就係其實我哋開山窗簾係由老師去安排嘅，就等於好似我哋開山冷氣機啦，其實係真係有老師嘅批准之後先可以開山嘅，所以就真係唔會存在呢個安全嘅問題。請 Evelyn 開始發問。咁就想問下頭先組別 Piosma 嘅，就想問你關於 lunchtime 開放電腦室呢個呢邊嘅。咁一向都用特定嘅程式去完成功課嘅同學，都要向老師申請留低。加上學校已經有推薦用免費嘅程式，咁其實仲冇專登出嚟，反而就會加重老師嘅工作量。咁其實仲冇需要嚟緊 lunchtime 呢度開放咧 ？Piosma Piosma 可以開始回答。首先回應翻啱啱 Evelyn 嘅提問啦。首先開放電腦室咧，就會由 HU 同埋 IT team 去協商啦，咁就去方便管理啦。就可能啲 HU helper 可能會唔夠當值啦，而且我哋就會派啲工人去管理啲電腦嘅用途啦。即使可能啲同學可能啲免費嘅軟件啦，咁所以就可以確保同學去咗啲學業而唔係娛樂嘅用途。請問 Evelyn 有冇追問？可以開始追問。多謝你回答先啦，但係你好似冇答到啱個重點啦。我哋問嘅重點就係話一向有特定，即係要用特定程式去完成功課，已經本身可以問老師可以留低啦。因為如果你日日都咁樣開嘅話咧，係會好大咁樣增加老師的工作量，咁其實有冇咁嘅必要咧 ？Priyasma 可以開始回答。喂 ，testing。咁我哋認為係仲有咁嘅必要啦，因為即使可以問老師，但係都未必可以滿足到每一個同學嘅需要啦。咁如果全面去實施呢個措施，經過協商之後，其實係可以滿足到好多唔同同學嘅需求啦。請 Priyasma 開始發問。咁我哋就想問 Ferros 嘅，咁你就喺正方度提及到咧，就會提供鞋油啦。咁但係保持鞋面清潔係學生基本嘅責任啦。咁借鞋油俾同學們，會反而縱容佢哋忽視個校規，影響風氣咧。例如好似梳理頭髮係同學嘅本身基本嘅責任嚟嘅。咁學生會又會唔會因為佢哋未事先梳理好頭髮而增加賣梳嘅服務咧？咁係咪真係有借用鞋油嘅必要性咧 ？Ferro 可以開始回答。其實咧，我就覺得唔會係令到佢哋覺得唔需要去自己去整理啦，因為其實我哋個鞋油咧係純粹我哋提供呢個鞋油去借俾佢哋用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要主動覺得自己隻鞋污糟需要擦嘅時候，佢哋先至去使用呢個服務咯。咁其實我哋反而係方便咗同學，即係等佢哋記得嘅時候就可以即時去整理佢哋嘅易用。請問 Priyasma 有冇追問？有追問嘅。咁你又會唔會覺得佢因為想避開訓導處嘅懲罰，所以先去問學生會借用鞋油去向你自己嘅鞋面保持清潔咧 ？Ferro 可以回答。回答翻頭先 Priyasma 問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嘅鞋油服務係淨係 lunch time 同埋放學先至會有得借嘅啦。咁如果佢想避開檢查嘅話，其實係朝頭早，所以係唔會有咁嘅問題啦。再加上其實我哋俾鞋油係想鼓吹佢哋更加好咁樣整理自己嘅易容啦，其實係同埋啲食品本身佢 check 客服嘅原因都唔係想欺人啦，所以我覺得我哋個鞋油服務係同啲避開啲食品嘅檢查係冇衝突嘅。Ferro 可以開始發問。想問 Priyasma 嘅，咁你哋政綱就寫到咧，話要刪除民主牆嘅 The Issue 啦，咁但係 The Issue 本身有吸引同學發表意見嘅作用，因為同學可能因為睇到篇報章而去發表意見，咁如果取消嘅話，反而會令到民主牆使用率低嘅問題更加嚴重。另外 ，free issue 同埋對抗商根本冇唔夠空間嘅問題。面對對 issue 使用率低嘅問題，點解唔係去揾啲更有趣嘅 issue 去吸引同學發表意見，而係取消呢個項目咧？回應翻 Evelyn 提問啦，咁 free issue 同對 issue 嘅性質相同啦，同埋可能唔係個同學都對對 issue 嘅議題感興趣啦，就會導致使用率下降啦。咁啲同學就可以喺 free issue 嗰度寫自己想討論嘅議題啦，咁就可以
增加使用率，而不是去減低使用率。請問 Ferros 有沒有追問？咁 Priyosma 可以開始發問。我想問下 Avalon 嘅，咁樣想問你哋提出提供智商呢個服務，但係智商嘅來源係 Printing Room 而唔係 SU， 但係同埋一向都有需要嘅時候都可以喺 Printing Room 嗰度攞智商。如果考試之前嘅時段一定要經過 SU 先可以攞智商，咁係咪會令到成個過程更加唔方便？咁呢個服務係咪真係有呢個必要性咧？首先多謝翻 Priyosma 嘅發問先啦。首先，我覺得咧呢個服務係仲有必要嘅，因為咧我哋 SU 只係負責將printing room 放即係紙箱，我哋收集翻佢，咁同學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途徑去攞紙箱去用啦。咁我哋其實都係滿足緊同學嘅需要同埋福利嚟嘅。咁請問 Priyosma 有冇追問？有嘅。咁再想問翻 Avalon 啦，咁你正剛係話呢個服務其實只係 UT 前同埋考試前先有啦，而唔係恆常嘅福利啦。咁如果同平時同學有需要，咁咪唔可以滿足到呢個需求，咁係咪真係有呢個必要性咧 ？Avalon 可以開始回答。咁首先好多謝 Priyosma 嘅再次提問啦。咁其實我哋就認為咧，同學最有需要嘅最有需要用紙箱嘅時候咧，都係 UT 同埋考試之前嘅，因為佢哋都要攜帶大量嘅書翻屋企啦。咁我哋認為，所以我哋認為呢個服務係仍然有需要。咁 Avalon 可以開始發問。係想問Ferros 嘅，咁你正剛咧提及 join school 義工啦，咁你呢度就話咧活動咧，活動係比賽咁搞嘅，但係做義工咧嘅目的係幫人，你咁樣做係咪會 shift 咗個目的變做玩樂咧？咁加令會唔會令到同學咧帶咗一個競爭嘅心態咧？咁到底會唔會咧失去呢個原本幫人嘅問題嘅目的咧 ？Ferros 可以開始回答。多謝 Avalon 嘅提問啦。咁我哋正剛提到嘅義工活動咧，就係為咗改變一般人對義工嘅傳統印象啦，可能就係好悶啦。咁做義工，咁若果佢可以同聯校一齊做義工，仲要係用一個比賽形式去做嘅話，咁就可以增加個趣味性，吸引更多同學去做義工啦。請問 Avalon 有冇追問 ？Ferros 可以開始發問。咁我哋想問 Priyosma 嘅。咁根據你正剛啦，你 end 環節咧係會多咗即係 final 嗰度咧係會多咗 battle 嘅環節嘅。咁而所有參賽者咧都要根據呢首歌咧去編舞啦。但係嗰段時間咧其實就係 final 嘅。咁咧要練多隻舞同埋編多隻舞咧去火呢個環節咧，會唔會其實令到呢個參賽者唔有時間練習？同埋咧battle 嘅選歌因為係每組都一樣啦，咁觀眾咧就會聽呢首歌好多次啦。咁會唔會咧令到佢哋覺得冇新意咧？Priyosma 可以開始回答。想回應翻 Ferros 嘅問題啦。其實 battle 嘅環節只有30秒啦，其實就唔需要太多嘅編舞嘅，所以喺出發之後就唔需要用太多嘅時間去準備 battle 啦，所以係唔會有你啱所講嘅問題發生嘅。請問 Ferros 有冇追問？咁 Priyosma 可以開始發問。我想問 Avalon 嘅，咁你哋提出嘅喺 dance con 提出嘅賽制咧，係隨機俾一首懷舊嘅歌曲俾參賽者啦。但呢個做法咧，會令舊歌同埋參賽者原本收揀嘅歌嘅風格上有差別。咁你咪係會限制咗參賽者嘅表現，減低咗參賽者嘅可觀性。Avalon 可以開始回答。咁就回應翻你嘅問題啦。咁我哋就會選咗啲同一嘅主題啦，同埋相應嘅難度啦。再加上咧，我哋係會因應每組嘅參賽者嘅風格啦，而揀翻個別嘅相近風格嘅歌曲俾佢哋嘅，就唔會造成一個唔公平嘅問題嘅。多謝。請問 Priyosma 有冇追問？咁 Avalon 可以開始發問。我係想問 Priyosma 嘅。咁你正剛裏面就提到優先更換圖書館電腦啦。咁但係我哋之前已經問咗相關嘅老師，就係講話換電腦不嬲都係換咗俾老師先嘅。而換出嚟嘅電腦先會換俾圖書館。咁其實係咪應該配合咗老師嘅需要先，而唔係 prioritize 圖書館嘅電腦咧？咁我哋明白換電腦都有呢個先後次序之分啦。咁我哋覺得喺滿足完老師嘅需要之後，我哋都可以滿足埋同學嘅需要，所以我哋先提出呢個政綱。請問 Avalon 有冇追問？咁 Priyosma 可以開始發問。我哋想問 Ferros 嘅就係喺疫情期間，所有參賽者都要戴口罩，就睇唔到佢哋嘅面部表情，咁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演出咧？就表達唔到真正嘅意思，加上喺限聚令之下，每一隊嘅拍攝加埋主演人數會超過觀眾，咁會超過限聚嘅人數，咁會唔會減低比賽嘅可行性咧？咁回翻 Priyosma 嘅問題啦，咁對於戴口罩會影響佢哋面部表情嘅問題，咁其實咧佢感情表達係除咗面部表情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例如佢哋可以用到語調嘅高低啦，或者佢哋手部動作
作等等都是可以表達他的感情。咁對於聚集的問題，其實因為Michael Film 咧係涉即係、就是、有幕前同幕後的分別啦。咁其實幕前可能都唔係佔好多人，反而其實好多人可能係負責幕後的剪片等等嘅工作。請問 Priosman 有冇追問？咁 Ferris 可以開始發問。咁我哋想問翻 Avalon 啦，咁你哋話咧想增加啲台凳咧喺嗰個人立同埋嗰度走廊嗰位啦，咁但係咧嗰度本身嘅位置已經係好窄啦，咁如果你再加啲台凳嘅話，會唔會令到佢更加擠迫？同埋如果有突發事情嘅時候，會唔會令到造成危險咧？總結，請支持一次嘅抱 Avalon。因為 Avalon 已經用完五分鐘發言時間，而家有請下一組 Priosman 開始發言。請大家支持7至11號 Priosma， 多謝大家。咁由於 Priosma 已經用完五分鐘發言時間，而家下一組係 Ferris， 因為你哋仲有時間，你哋可以選擇繼續發問或者放棄。繼續發問。好。咁我哋想問下 Avalon 啦，咁你個 dance cam 咧就會係會擺片相俾人睇啦。咁但係正常嘅 dance cam 咧就操場就唔會俾人睇啦。但係如果觀眾喺翻嚟時候又睇多次咧，咁會唔會令觀眾覺得冇新意咧？同埋本身操場唔俾人睇嘅主要原因咧，就係防止人哋可以係抄襲啦。即係睇完佢操場之後，喺決賽可能就修改佢哋嘅舞步，跟住去做得更好啦。咁其實會唔會有呢個公平性同埋抄襲嘅問題發生咧？另外啦，咁根據你哋正剛所提及，你哋係並冇提及到 dance con 佢哋嘅，即係佢哋可以跳嘅時間有幾長啦。咁係咪即係代表佢哋可以跳幾長都得咧？咁同埋咁會唔會造成一個公平性嘅問題？想問翻 Avalon 嘅，咁根據你哋嘅正剛啦，喺民主場上面咧，不恰當嘅新聞會被刪除啦。咁你哋點樣定義不恰當咧？如果刪除咗嗰幾份新聞，會唔會令到 SU 有政治立場咧？Training our guide spells beaming this 請支持12至16個 Ferris， 多謝。因為三組的辯論環節已經結束。This is the end of today's election. Thank you. 今日的學生會幹事選舉到此完結，多謝。